现在来玩个电影院经理哈，唉，贷款也是模拟手游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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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那游戏呢？我这也是觉得蛮赞的，它就是 经营一间模拟院啊，因为最近你是不是有多有拍片的时候有？对啊，这游戏就是类似，你看，那如此一来，你就会取得更多的钱了。好像现在钞票就越多，够用。哎呀，这经理。OK，你们看一下，我还有自己的实验室哎，哇塞！你看他经营一间电影院哦，然后你看电影院有厕所，然后像你可以，那一开始的电影院还蛮小间的，一开始就一直这样练呢。要得到一些成就啊！我这边是要钻石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可以先雇佣，对不对？诶，那到底可以雇佣几只啊？雇佣。越生越多的概念哦，那你看，你可以添加一些东西进去，超级耐玩。因为我觉得停车场是不是也可以那个啊？啊，对，这么记得指派人，这我们可以雇佣的，然后就这样一直等，你就有钱了。像人家128块，然后进来之后，你看哦，有没有135？蛮棒的。咦，什么其他柜台没有人啊？他们在排队的，还买爆米花，哦，这边也可以直拍是不是？我也直拍呢，哦，你就可以来清扫了是不是？应该在前面固定啊。